NASA 的电缆剪这个外径十 mini， 内径电缆大概六 mini 粗的电缆线，你剪起来轻轻松松哦。切片折一折一折，然后切这种的。好，这种三星电缆，3.5mm 平方的三星的，我们换一个切片。切片折一折一折。